起身，两位娘我推迟了那午门以外，文斩旗夺回了满朝文武来报官，两位娘我大致在那寒宫门院不能够去见君，一计不成二计成，约定了八月十五火焚门户庭，夺回了恩人来救命，两位娘我就只在那破瓦寒窑把身存，白天讨饭苦之不尽，到夜晚我想娇儿啊，想得微凉一阵一阵眼不明，多亏了陈州放粮小包拯，念起庙内怕冤臣，包拯他回啊朝走一奔，二舅该呀、啊、准备下那龙驹走年，一步一步迎接为娘子皇城，不但不准